是的，你看到吗？我身上穿的非常的清爽啊，好好看啊，很多很多植物，有花花，哎，对对对，有菌子。拿那个水枪是不是其实非常费力？啊，我要说一下，讲一下，问到这儿，就一个人抱不动那个东西，完全抱不动，太沉了，必须得有一个人辅助。嗯，对，专业的都是后面有一个搭档，搭档，对对对，帮忙扛着水袋，然后我在这儿，很酷啊。最近单曲循环最多的两首歌是什么歌？告五人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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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好像没看到，但是我看到都是什么危险危险危险啊，这个也很多，前两天我还手滑点赞了一个。最喜欢吃的三种食物，最喜欢的必须得是小酥肉，最后一个我真的不是很挑食，鱼粉啊，最但是鱼粉最近没怎么吃。哎，今天你知道什么日子吗？啊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今天是7月6号，国际亲吻日。哦，七月八号有一个很好看的剧，我推荐你去看一下，《你好，火焰蓝》。这个我必须说一下。那你的这个夏天估计哪也去不了，横店。再见，横店。哎，横店有什么推荐的给我们分享？如果大家去横店旅游的话。拍了两部戏，《山河令》和《梦幻西游》都在横店拍，都在横店。《山河令》去年在横店拍的。有个馒头山是不是？很多地方啊，那不叫馒头山，非常好看。我拍过那山，因为我之前住的那个酒店啊，正好拍那个山，烟雾环绕，哇塞，对，非常有仙气。我们来玩一个网上很火的缩写词语缩写的猜猜猜，好吧？这个你厉害哦，这个我会，我知道。你会啊？我知道这个东西。你真的？有别的艺人玩过。滴滴滴滴，你能猜出来吗？顶顶顶顶，就是点赞，让大家多点赞的意思吗？哎，这四只狗 ，dog 叫懂的都懂。这太简单了，准备，龚俊，哎，怎么了？这么厉害，马上答出来了，我还想念一遍给你答。龚俊熊猫，龚俊熊猫，错了，龚俊西蒙，等等。那你知道 YYDS 是什么 ？YYDS， 永远低神。周子舒看到破败的四季山庄有点难过，一夜安睡醒来后发现四季山庄已经焕然一新了。哎，这个时候你会发什么弹幕上去？对，因为我一般我会联想到啊，就是那种田螺姑娘。隔壁就是因为在棚里嘛，隔壁棚就是有个棚在那个建设打井，我一直电钻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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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龚老师就开了个特别搞笑的玩戏，个玩笑。他说龚老师说，他说哲瀚啊，那四季山庄一期、二期装修呢，就装修好送你一趟啊。周子舒辞去天窗首领的职务，脱下衣服展示身上的钉子。这个时候你自己会发什么弹幕？你觉得？叫什么什么裸辞代表？你们拍戏空当之余会相互去安利吗？你觉得你跟龚俊的皮肤谁好啊？差不多吧，他皮肤也挺好。哦，真的。发现《山河令》剧组成员基本上都是喜剧人，如果做一个排位的话，来想问问看你剧组演员当中搞笑指数前三位的分别是谁？那第一位呢，肯定是要给龚老师了。龚老师 number one。哇，这个位置没有人可以把他，没有人可以动摇。真的。龚老师只要一唱歌，谁不笑？那唱歌之外呢？做别的事儿你也会笑吗？也会笑，就龚老师就是。他长得好笑吗？不好，长得不好笑，他多帅啊！长得。就他天生带了一种憨憨的，就是很好笑。
手，就觉得他很可爱，就然后他对很真诚，然后呢他不说话的时候他有种莫名的气质，就是老让人想逗逗他。但你有和身边的朋友去，当然肯定会去安利很多你这个朋友要看这个山。那其实我没有。